水枪没水了，水枪没水了怎么办呀？我这里有水啊，姐姐这里有水，二姐姐这里有水，我看看，真的是呢，一个水气球，那给它装进去吧。来来来，给我，来你给它装进去。你能装进去吗？装不进去。叫姐姐来帮忙。姐姐，姐姐，快来帮忙呀！快来帮忙！来把这个底下。哎，快来帮忙，帮忙把这个水气球的水装进这个里面去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来吧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的手。装进去了吗？干嘛哎？啊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装满了它啊。装满了就给你玩好不好？满了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哇，姐姐这个水气球里边的水好多呀。多吧，多吧。好了好了，行了行了，我看满了，好了好了，行了。好，把它盖拧上吧，小柯一，你的盖呢？来，把这个盖拧在上面。会不会拧？背上你的小书包，背上。好了，开始喷水吧。哇，刺的好高啊！